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我们就在里面一层一层的去闯关。首类组考第四赛段训练小全部结束，到现在我最后一功，我希望我们的故事是完整的。总决赛训练考核，一对一比拼。害怕抽到谁？陈小明、迪克、陈琳，谁是二号？全是意外惊喜。爱的是个个转绿衣，你确定不跟我一起吗？来个假性版，我要逆风飞行。拍照拍照拍照。是姐妹也是对手。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能退缩，退缩了的话就已经输了。经过这个一二三四攻之后，我反而就不会很崩溃。这个时候了，只能互相鼓励吧，互相扶持。你没有办法松懈，你只能不断地往前往前往前。台下十年功，台上一分钟，就在那一分钟上见分晓。